它那个黄乎乎的这东西挺小的，对，嗯，黄乎乎的是重点的房子。看得很细啊，对，这人家这里头干十年的东西，这带你看。这带自己穿的吗？对，这老外自己弄的。老外自己弄的。自己弄的。哎呦！老外自个儿弄的。那参数你看调的，那个额头和两边参数不一样吧？你看你打的很细哦。这个这个皱纹，这个照片上面的。你看那眉毛。哇，比那个打印机打印的还。还没走呢，还在这儿呢。哇，牛了！挺好。打这个也得好几个小时吧。嗯。你看这个东西，是牛逼啊！看这脸上的斑都能打出来。牛逼啊！牛逼啊！牛逼啊！录个视频啊，这个。你看，你看这细节。你看打印机打的，嗯，看这细节，哎呀，啊，上面水印都能看见的，瞬间，这就是光纤打的吗？对呀，对，光纤。瞬间出现好几个朋友圈，赶紧，赶紧，主要是他这些皱纹什么的，你帮他弄的，对呀，我也太牛了，这值钱了，这功力，对，也不知道，也你没擦它，没擦，他没擦，上面有个印。